就開始拍起呢啲片出嚟。拍起呢啲片咧，就講喺農家間度種嘢同埋煮嘢食，其實就係咁樣。咁成名嗰條片咧，就是、蘭州牛肉麵，佢係一手一腳做，成個牛肉麵係，即係你由麵粉開始做起，啊拉麵自己做曬，我覺得非常之驚訝。啊，點樣摘呢個辣椒？點樣煲湯？用牛骨煲湯，成個嘢自己一手腳做曬。呢、這個就係佢嘅特色樣嘢咧。佢一個月拍一兩條片，佢係學到識做為止嘅。你見到佢切嘢嗰啲咧，你呃唔到人嘅。啊！